神兽天使白云和 Lulu 王路遥出席一个公开活动，着咗背心短裙的白云大晒四寸事业线。回嚟先，唔好俾你嘅四寸事业线吸引咗先。嗱，讲翻你个好朋友神兽天使刘慧萱 Jenny， 佢就疑似俾导演虐待啊。白云，你有冇打翻个电话俾对方关心下佢啊？我打俾佢嗰阵时，佢把声都姐姐地嘅。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新人，即系大家都明白佢点解要咁样做嘅。咁佢都希望喺呢一行咧有发展。佢无论做啲乜嘢，我都 support 佢，我都唔明佢嘅。同埋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啦，讲真。喺娱乐圈经验，即系俾你以后有更加好嘅发展咯。咁你以后咪会更加识得同人合作，更加识得要好勤力咁去做戏咁样咯。件事嘅事实我就唔想讲啦，但系我谂嗰导演都会以后对啲新人好啲啊。我希望佢会咁样咯。